拜托，救救我的儿子！
制作武器。拿所有反对恩若斯的人，我们去杀掉他们，抢走钥匙，然后杀掉孝儿。拿到钥匙了，孝儿就是被这个东西给逼疯的。我需要目标。必须同时使用钥匙。成功了。我们去解决孝儿吧。城还是沦陷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建议你也赶紧离开，你自己小心。
我永远都不会抛弃圣光。愚蠢的圣骑士，你的圣光遗弃了，吸收虚无吧。新时代的来临。
要先找到目标。不需要目标。我们真正的主人。
先找到目标。母亲，不要败给那些低语。我已经漠视他们太久了，低语说的才是真理，哈拉特，你也要仔细倾听，我一定会让你听见。不，我绝对不会。啊！圣光救不了他们，也救不了你。向探险完成，启动撤退程序。暴风城这样的下场的确很惨，不过至少你可以稍微放心，万一它真的发生了，你已经有终结它的准备了。你相信我吗？时时保持戒备。